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我要吃五碗面，现在这是第一碗，第一碗是重庆小面，金牌干溜的重庆小面。好吃啊。很麻很辣的味道，我的辣油包还只放了二分之一。面条也很有弹性，这个酱料的味道真的特别好。整体就是很浓郁的那种麻辣鲜香的味道。它里面还有麻酱，就吃起来不会那么刺激。现在吃的是酸辣粉，这个酸辣粉一看就很正宗。虽然我没有去过重庆，但我觉得它非常正宗，看起来。这个粉特别好煮，哎，煮了大概真的就是两分钟，我记着时煮了，它就已经煮好了。泡面都需要三分钟，煮它居然只需要两分钟。而且这个粉非常的软，很软 QQ 的。这个粉真的挺好吃， QQ 软软糯糯。真的非常软。这里面的那个酸味儿，就是醋味儿，我觉得如果嫌它不够酸的可以再加一点，但对于我来说已经刚刚好了。会有点麻的味道。辣椒大家放的时候一定要酌情的放。这辣椒还蛮辣的，但是这个辣椒是那种，辣香辣香的那种。辣的不会让你不舒服的那种。这个汤绝对开胃，我现在都想拿这碗汤泡一碗饭吃。里面还有榨菜，涪陵榨菜。
本想客观一点的评价，但是我找不到什么缺点，怎么办？真的蛮合我的口味的。酸辣粉真不错，这个是豌豆杂酱面，这个煮的跟其他的有一点区别，就是它里面的那个豌豆和杂酱，你需要放在沸水里面泡一下，然后再放进去跟这个面一起搅拌。外面的风声好大呀，台风是已经来了吗？然后这个杂酱就是你撕开包装之后，特别香。很香，我觉得这个口味可能大众更能接受一些，因为刚开始吃的那个重庆小面会那个麻辣味会比较重，然后这个呢就是没有那么麻，然后它会有一点辣，反正那个辣椒包你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调嘛。这个豌豆很软，刚加热的时候我一捏，它就是软，面面的口感。这个炸酱面真的还不错，很香的味道。看这边的肉粒，看到这个刮台风，我突然想到有一年南京这边有一次那个发大水，就是下雨发大水，那个时候年纪很小，应该是上小学的时候，那个水就已经高到在那个腰间了，然后我们家邻居就是往外面，我们大家当时住一楼，往外面舀水嘛，舀了一条蛇，我的天，就是虽然年纪很小，但是我的印象特别深。吓得半死那时候。我觉得这款更适合就是不那么喜欢吃麻辣的人吃，因为它不麻，然后那个辣椒包你反正可以自己调节，然后它这个肉酱的那个香味非常香，就是那种酱香肉香的那种，其实我个人很喜欢吃干拌面，像我们早饭都会去吃那种小排干挑面，我们这叫干挑面，这都是实打实的有肉粒的。这款我真的挑不出毛病，我每次都想挑一点毛病，真是好难啊。
下面来吃酸菜米线。这个酸菜味好正宗啊，因为跟我在外面吃那些酸菜鱼的那个酸菜味好像呢。我在倒那个酸菜包的时候发现它剁的比较细，然后这个粉也非常的细。这种细的粉我之前只有在吃过那个温州的炒米粉吃过那么细的粉，后面我就没有吃过这么细的粉。你们看后面，你们看，你们看火锅放肆，他现在爬我身上。这碗粉啊，看起来很细，但它不是那种软烂型的，它还是挺有一点嚼劲的。让我觉得它是一个又苗条又干练的粉。有点那种酸麻的味道。辣的味道倒是没有多少，会有一点酸麻的味道。酸就是这个酸菜的酸。啊，会带一点麻麻的味道。这个味道还是有点重口了。不过我吃到现在，它虽然都会有一些重口味啊，就是这几碗面和几碗粉，但是它的这种辣不是那种刺激性的那种辣，就是你吃完这一碗之后，哎，你稍微喝一口水，它其实就那种辣味就慢慢慢慢消散了，不会说让你辣的那种挠心啊那种感觉。越往下面吃，那个酸菜那个酸就会越来越酸。哎，汤变色了吗？像我婆婆就是特别喜欢吃酸的人，她出门在外基本上如果要吃东西的话都会点酸汤的。你们喜欢吃酸汤的吗？我把窗户打开了，因为我要开始吃火锅了。火锅粉儿，首先这个火锅底料的味道我觉得很正宗。看起来可能很辣，其实它没有那么辣。然后这个粉呢有两种做法，一个是泡，一个就是煮。我今天是用煮的。这个粉就属于软糯 Q 弹有嚼劲，好像都囊括了。
刚说不是很辣，它这个辣的慢慢慢慢好像就变辣了。这个火锅粉的味道，我觉得这个还可以，就是有点越吃越辣。刚还说不辣，我的天哪！真的很像在吃火锅，火锅像这种红油锅底，基本上也是越吃越辣了。